十亿个鬼。天公伯了世嘛，就这世间哪有可能发生你这无公无义、不公不义的代志？有这样子。李清波啊，你是吃饱受用？好，回文亮，然后比较大，他抓了，他抓不，你用掉。文亮。抓住我就想啊！对，好，来，你别来哦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本来叫朱丽萍，要让他被迷惑嘛，他不是要把那个黑车要打开吗？不是有那段戏吗？对呀、啊，所以他这样讲不对嘛，没拿到黑车，他身上就黑车在朱丽萍手上。不是啊，你就讲说。你俩尊主的蝙蝠替我提了多车啊，没替我拿到黑车，我就无法躲啊，这就好了。我们偷过来，要打。他只是写他很突然，他弄晴天病毒了，怎么到？所以比较冲动一点。对啊，跟被打。他没错，被出狱的时候稍微训练一下，有啦哈，出狱稍微可以打一下，我就出个拳头，打不起来。好久了，半年前了，上辈子了啦，上辈子的事了。各位，我去拍头顶做三星了，大家欢迎当中。做神通，假是这啊，做神通，神通啊，不是，这神通那个什么，这台戏不常有那个啊，做神通啊，做神通，我已经做神通，哎，做神通了，拍头顶做神通啊，拍头顶，拍头顶啊，顶。丁，好几个嘛，可以的，好几个就对了。我怕头一个做神通啊，怕头一个做神通。大家要不紧动手，紧动手，干死了，干死了，干到香了。哎，有吼，然后呢，我搞这三十个了掉，千万不要弄错。存在大的幻想，差不多三百亿、30亿、1000亿以外的大的。在座加起来不到1亿，对不对？有2亿，10亿够不够？放人抓罪。你要帮你抓过来，保护他一下。你们俩是情侣吗？对。一抓，把我们丢了。对对对对。您拍哈，那很虚弱，很虚弱。还是我们肩膀下桌子都没关系，扶一下，就虚弱的哈。肩我们还是我们肩膀过。这辛苦很怕。抓住你哦！看你做事，你要怎么打过去？打完就过去了。对啊，打完就过去了。我就这样过去了。所以他有被他有肚子。那雅杰，我跟你讲，你注意点肚子。地震。这个发生什么事？跟一些专业，对，跟那个史密斯夫妇如何对付江道奇？王家，我是江道奇。你是要怎样？是要替天行动？我跟你讲啊，天公伯若是真正有世目睭，这个世间就无遐尔济不公不义的代志。林新浦，四十几年前，你破坏万物时，就是我利用一卡来你观察。啊，我就观察。人家人根本拢是我的对手，因为我曾经看到恁姐姐为上欢喜的时阵，发来发来发来，哎，没错，跌落地狱的痛苦，痛苦，变成一个一个的，对个，你所谓，哎，赔偿加上官司，对对对，会把你们受冤枉，受官司，五十亿啊。